为英国留下回来的教育部署简千祥，回来台湾以后，在草屯镇设立长照机构，结合幼儿教育经验，投入对长者的照顾。除了平时的生活，也重视心理方面的照顾。最近，南投市长宋怀林特别前往参访，这回来关心长照议题。担任老师的工作，97岁了还在担任。伫着南投市长宋怀林的脚步，来到草屯镇这间长照机构，做参与着时代的课程做运动，活动相当热烈，就出来学习着如何带好时代人，挂好照顾。取经一下，因为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理念，我希望说，借由他们的做法，大家互相来，大家来学习啊，而不是说光是给这些长辈给他照顾好，不要让他摔跌倒就好了，而是心理上啊，让他更心理健康，我相信身体就会健康。创立了这间长照机构的个是伊简先生，在英国取得教育博士学位了后，回来台湾投入到幼稚教育，后来因为救助怀危机，加上讲看到家己的阿公阿妈倒倒来变老，希望讲会当为许多人多做一寡代志，所以开始着长照服务。当时我的阿公住在我们家的二楼，那因为没有无障碍空间的关系，所以上下楼都非常的困难，也很多的危险。那我在想说，那我能够做什么？我能够帮我阿公阿妈做些什么事情？所以就在这个因缘机会之下，所以我就想，那我来盖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长照，从我用幼教的经验，然后来导入这个长照里面，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火花。有着想要服务着寡些南投乡亲，前线上第一针嘛，结合着台湾民众党南投县主委的职务，将投入着每年地方选战，和乡亲会当加一份的选择。我觉得我很欣赏我们民众党的一句，不论是口号也好，或是理念也好，在民众党我们经常讲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的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蓝绿白两边理性放中间，把生活放中间，这对我们人民才是人民之福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是很欣赏这样的理念。透过参访的机会，不管讲是对许多人身外照顾，提升身体机能，还是讲引进着智能的设备，重视心理层面，让看到简清祥来经营着长照机构用心。记者林明信采访报道。